大家好，我是小西。阿福气象站由卡特彼拉冠名播出。今天是2018年12月5号，农历九月十七，星期四。我的内蒙健康养生个小知识：现代人啊，进食食物吃多哦，更应该啊多吃一些五谷食粮，才可以让我那个身体呢更加健康。搿个五谷食粮正确才讲养生意。首先啊，我能讲讲大豆。大豆的功效主要在于帮助我们养心，特别是大豆里面的黑豆啊，中医认为嘞，具有补心强心、解毒顺腹的功效，对心血浮肿啊有比较好的协调作用。大豆适合嘞当做豆浆来吃。再来讲讲大米，大米饭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吃的最主要的主食之一，多吃大米饭嘞可以起到有好的润肺作用。再来讲讲五谷之首小米。大多数吃小米呢，可以补脾利血。小米啊，对于脾虚体弱的人来讲呢，可以讲是进补的上品，也可以补充力气、延年益寿。还有个小麦啊，也是五谷食物之一，大多数吃呢，可以有好的帮助我们得到养心的作用，对健康啊也有非常大的帮助。小麦呢，可以消暑，女性朋友啊特别适合。再来讲讲玉米。不同颜色的玉米啊，保健功效呢都有小可不同，这主要因为它还有个色素品种不一样。特别是玉米相比，紫玉米多了花青素，有抗氧化、防衰老的功效。黄色玉米嘞，还有胡萝卜素的玉米黄素，对于维持我们视力健康啊，有相当大的好处。五谷食粮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食物，是最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体质，所以啊，我们应当多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忙推荐各地的天气预报。今天夜到天亮，应有自有小雨，天亮还加到黄昏，预定了雷阵应到多云，有人多云多晴。天亮酷星最低温度16到18度，天亮日了最高温度22到24度。夜黑迷，东北到南风，天亮西北到北风，风力都是5到6级，天亮还加到黄昏，偏北风6到7级。西九市区应有时有小雨，18到23度。临沂应有时有小雨，17到23度。温岭应有时有小雨，18到23度。牛外应有时有小雨，18到24度。蹄台应有时有小雨，16到22度。西莒应有时有小雨，16到22度。三门应有时有小雨，16到23度。